我刚上任成为老师的市议员，我姓陈，名顺燕，今年27岁，去年刚与理大毕业，也经济管理系硕士。我希望可以做市议员，然后尽量帮助我们的人民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，因为有时候人们不懂得哪里去投诉，那个管道去投诉，好像比如沟渠塞啊，他们是向谁投诉？我希望这些可以帮助到他们，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，然后再从这里学习到，从各位 senior 还有大众他们去学习到怎样去服务啊，因为有时候班达拉亚里面有很多的巴哈干，所以我们要投诉要去找那个巴哈干，然后才可以更 efficient， 因为有时候你交上去他那边会趴下去趴下去一直趴下去，然后会 delay 那个 date， so it's better I go to find the Bangara the巴哈干 Bangara then I can settle in a short time， so that's what I'm new and I'm still learning， so hopefully my senior and Tato, they can give me some advice.